此的人类今天要给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五毛特效，毕竟啊不能让我一个人瞎，是不是？讲真，在这个看脸的世界里，没有一张高颜值的脸那是很难混的。然而呢，在电影里我们只能说没有愁苦的场景，只有又穷又懒又抠门的剧组。回首那些年里令我们闪瞎眼的古装剧里的特效，第一个想到的绝比是拉低我们智商的《古剑奇谭》了。它呢改编自仙侠类的单机游戏，讲道理啊，五毛特效是很多人对它的第一坏印象。记得《古剑奇谭》前一阵子被日本引进，新闻标题那都是五毛特效登陆东瀛。首先，在这部片子里，打斗特效炸得要命，不是为了黑而黑，而是这个剧里的每个人用的技能都他妈两只手转个圈往前一指，呵就完了。便是 BOSS 雷炎也竟然莫名其妙连躲都不得，被一剑给插死了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，哼，你这种人在电视剧里最多活两集的梗吗？除了炸打斗，还借背景里也全是 P 图，为毛背景的质感都颇像小时候十元一张的摄影棚背景呢？哈，你看那个水果品牌做的太子长琴啊，是个什么鬼？烧拱回忆那个沙滩离别式的特效，呵，真是把人感动到肃然泪下呀！你还不如拍个实景，就算不够美，也好过炸特效一万倍吧。还有某一期里说到星空，难道是观众的眼睛都出毛病了吗？啊，天上连半颗星星都没有，说好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呢？关于那一只狗眼狐狸这件事儿啊，其实啊，真不想做吐槽了。毕竟啊，后来环瑞世纪影视把特效重置啊，狐狸不再是狗了，当千鱼也不再是泡泡龙了，烟并卵。那个帽的五毛钱特效你怎么解释啊？还有那个眼镜蛇一样的烛龙，观众表示哈很棒啊。同样是古装，前年的那部《陆小凤与花满楼》也没好到哪里去，说差强人意这四个字儿，保不齐是觉得愧疚。毕竟这又是一部假借古龙却与古龙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剧。电视剧开篇就是各种炸特效，说到皇上和峨眉师太得红眼病那里，哎呀，既然你都已经做了特效了，那俩红色的眼睛就不能做大点吗？不怕别人看不到啊？打斗环节就那个彩虹光芒万丈，你们确定自己不是星球大战里的战的武士吗？特效组导演是扣你盒饭了还是怎么惹到了你们？至于这么祸害这部片子吗？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在哪里啊？说到信任，前不久出的《盗墓笔记》让看了原著的网友看了几波剧之后深度怀疑自己买了盗版的《盗墓笔记》。去年夏天大热的《花千骨》连个豹子都用特效 P 上去，有人问这剧组穷的连个豹子都买不起了是吧？结果得到了神评论，因为炸特效只要五毛，而买个豹子要一块。呵呵，你们赢了。看了《大圣归来》和《捉妖记》里的那些为数不多但诚意满满的特效给骗了，还以为啊中国总体的这个特效水平已经羽化而等闲，殊不知大多数的水平还一如十几年前的《西游记》一般。但当时啊那种演武师做的那种烟火特效啊，时隔十几年，你还能骗得过我们这些几只的观众吗？哼，显然是不行的。请剧组再多一些良心与真心，菩萨保佑，让《大圣归来》里细腻而清晰、光影色彩渲染到位的毛发再重返现实吧。没有钱就等钱攒足了再做呀，没有时间和精力就耐心等待，不是说好的时间大圣可以治愈一切吗？你要等啊。然而现实与想象总是差那么一大截的鸿沟，并且我们总是无法逾越。比如撒狗血的终极一班，你能想象吗？他已经出了第四部了。犹记得当年刚出第一部的时候，哼，还是非主流的时代呢。当年啊，虽然特效依旧粗糙，但好打呀，足够热血呀，新奇呀。可是第四部一开片，新演员就各种装疯弄傻不说，演员自己说出来的台词里呀，还承认了。就在大东和雷霆离开了几个月后，终极一班群龙无首。这种甚至自己剧情上即将烂尾的时候，特效上呢倒是做出点动起来呀。世事难料，特效还是十年前那个特效，最多也就是五毛升级到了五块，不能更多。第一集也就满屏的炸特效，简直逼人按那块推出键。我们不反对打着情怀的旗号去延续经典，不过呢，情怀本身就只值五毛二，你用五毛钱的特效配合五毛二的情怀来搪塞主持的观众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？得了，敢干啥？你负责来治吗？我们怀念有大动有热血的终极一班，更怀念那个年代的自己。可如今呢，这样的制作光特效就可以让我们对过去避之不及。也许第一部的终极一班与终极一家在当时就已经是终极了。生活在别处，特效在我心，请特效组少一点十年前的套路，多一点十年前的真诚。